据约旦佩特拉通讯社25号的报道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发布了皇家命令，解散约旦国民议会众议院。约旦实行君主立宪制，约旦国民议会由参众两院组成，参议员由国王直接任命，众议员经普选产生。众议员的任期为4年。约旦第19届国民议会于2020年11月份选举产生，第20届国民议会选举将会在今年的9月10号举行。